男艺人好色实录打公开，结婚之后相信爱情。先打你，这种话都讲得出来。嘴角微笑，我比较属于操俗辣，比较会撇清撇开的，不会去找一些话。从来都没有很色过，我没有。搞不清会这样啊，就是上节目也不知道讲什么。哎，这个被拍到就已经出事了，哇，这好难过。我。今晚10点，福尔问创快筛小明星大跟班。